首先，第一队的队名是“川普要自由还是保护”，主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队出场。国际政治。政治，政治经济，经济政治。校长，各位贵宾长官，然后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是国际政治研究所。那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呢，身为地球村的每公民，我们有权利有义务要去了解政治经济的脉动。那从过去的经验，包括金融海啸、金融风暴，还有石油危机，我们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中全身而退。而在贸易的故事中呢，代表了自由贸易的思维，而富国的糖衣呢，则代表了保护贸易的精神。而这两本书的强烈对比，展现了所谓的经济政治的联动性。贸易的故事，富国的糖衣，政治经济，经济政治。